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百劫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请各位合掌，目送心清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修，咱继续来甲各位讲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印度的词，梵天之语，印度语，叫做正定正觉正心，依照同款的法去修行，你就当得到正心的觉悟，正确的觉悟。叫做咱的觉性，叫做佛陀。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呀，叫做佛陀，开悟者，悟道的，成道的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正定正觉。你要正定正觉，一定要有妙法，叫做八正道，八条正觉的路。这是佛，那么成佛的八条路，离开这八条路，你不可能成道。那么咱的宗门，另有咱的八条路：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，忠义咱的心，忠义咱的国家，忠义家庭，忠义夫妻，忠义本分。孝孝顺是大人，仁仁心仁术，咱呢变八百六十四卦，那含八正道完全是贯穿相通。所以各位，咱是七月三十，咱义兴大学结业典礼的时，我颁证颁发。咱的八贤士，八贤士，八德贤士，八德贤士。你要叫修行嘛，成道、成圣、成贤、成顺、成这个菩萨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伊开悟的时，伊伫树头，抱在树下，悟道，佮倒来，伊就去开始整理八条路。若是以后的人修行，依照这条八条的路，正确的路去冥想的时，嘛会甲伊共款会开悟。那么这修道有两个阶段，照讲嘛有三个阶段都对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咱释迦牟尼。伊伫菩提树下，先用伊个意念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
五种是有形象、有形象，叫色界；意的欲界；子接着嘛是欲界。然后第八，阿赖耶识，常一切法，这嘛是伫咱的无色界、无色的世界。所以开始呢，咱用我去好好啊去做反省，去冥想，去想，用头壳想无要紧。第一阶段只有头壳想，你要提到心外来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要提到心外来，以后的阶段，我再甲各位讲如何可能心外来，如何来观和来观。观是看的，想是想象。凭着咱过去的代志，现在咱点点坐来想象，所以各位，咱唔通看无起一个残废的人，啊，莫看无起一个身体无好的人，因有伊的佛性，因为佛的精智叫做佛子，佛的精智，有智慧的精智叫做佛祖，佛的精智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啊。伊就开始咧，理出八条路。若是未来的人依照这个方式修行的时，你拢会当加释迦牟尼得到同款心安的境界。第一条，哦，就是正见、正确的境界。第二条，正确的思维、正确的想法。咱想任何一件代志。咱来当翻回头来为他人来设想，做生意的人上需要的。哦，我看一个做生意的咧，那就是懵懵懂懂咧。咱台湾人土话咧，真卡讲一句话咧，香港狗食无屎的，就了走过头的咧，这是真的咧。我较早咱细汉，哦，放一个屁，狗仔都肉。哦，譬如，迄个肥的味咧，足远个撞来，噗就撞撞过头的，结果屎你放伫啊，香港狗食无屎，意思是安来的。那么现在真侪人做生意，听到哦有哪谈呀，就栽落啊，死去，这都无健康的境界哦。啊，因为你无甲市场看清楚，你无甲你的自己的。啊，能力看好，即落八正道来滴。咱做生意也要以八正道来做，你一定成功诶。你做事业一定成功诶，修行一定会成正道诶。所以，咱。想到倒来，拄则我讲两集，我用正确的思维哦，你一定卡足白哦。哦，有个有只工作生哦，哦，我得开始在做什么？开始在入定哦，哦，开始入定嘞。哎，正确的思维，大概休五分钟，哦，卡寸哦，直直，变数走者，过来坐嘞，开始就卡袂多久啊，是不是嘞？哦，接着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见解，我都在看几下了，坐咧肚时，摸唔着。我真正我正确看了的，看了几下哦，正见嘛。哦，正确思维啊，一定坐了得忝嘛。哦，得入定啊，要甲要去哩大梵天界啊，要金刚界，甲遐如来讲话啊，我好卖去啦，都倒来啦。哦，大概休困五分钟，正确的思维，哦，学习在对方的立场，然后哦，正确的讲话正句，啊，正确的讲话是真重要。各位，食饭好食，话歹讲，所以你讲话，咱反复，拢是讲我的话，讲我自己的话，迄就烦。俗语拢是伫批评他人的是非，
结果家己出头比别人较济。啊，咱有一挂喜欢在电视爆料的，哦，拢讲家庭名人家庭无健全，结果哦，拢传一挂呢，啊，家家己的某辛辛苦苦共同打拼起来某呢，甲离婚，然后含少年的其他的啊小姐呢，共乖乖去结婚，迄个啥？无正确的思维啊啦，嘛无正确的讲话。你要讲话，尻川嘛还是要乖呢。那我是浪费，这边讲尻川放臭屁，安尼造成社会唔知的人艰苦一挂呢。所以各位，咱爱真注意正确的讲话。咱几个先师王禅都做三字尔，三句尔：修心、修口、养灵。心代表所有一切法的心，口咱咧讲话爱真注意。咱也唔知诶，较歹讲诶。那无吼，啊，讲到尾啊咧起烦恼，要受这，要受啊这。哦，那这都是社会乱象是安尼来。啊，政府、政业、正确诶事业，啊，正确诶事业，咱每一工拢食人诶饭，啊，每一工咧拢受到社会共同互咱诶利益。你问我啊，我有钱，我买的是安那？我食人的饭，那像日本时代台中都降服的时，咱在日本时代的时啊，台中为了要找食，一间老阿厝换一只鹅，你看咧，为了食，哦，啊一栋老阿厝。换一只鹅，迄栋厝迄几啊栋个哦，我都真知。到尾台中市迄阵房地产当时咧起个时，一栋贵到七千万，顶起一只鹅咧就七千万啊咧，啊，你有贵无？时代的变迁嘛，所以各位正业，咱只有世间和谐，世界和平。啊，咱才有法度加入正常的人世间的调和甲运作。那像黎巴嫩、以色列，啊，即马一粒飞，迄个飞弹嘣一下，死偌济人。两岸的问题，啊，860多粒的飞弹向伫台湾，名声就是好多保护台湾。事实上呢，干嘛呢？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鬼神也知以外，其他人都不知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咱伫世间拢爱一个知音感恩。即使你现在飞弹800多粒对着台湾，哦，你对台湾的恐吓威胁，你敢知影现在所威胁者？真生是多生的阿公阿嬷阿祖阿太，咱的母仔无，是毋是安尼？相对咧，大陆遮尔济同胞，我相信有诶嘛是我过去生的多生父母、父母等等，所以咱爱了解，爱有智慧，咱爱知好知因、感因、报因，所以咱爱工作，用咱的幸福来做安慰，这就是正业。哦，再来呢，证明，即刻会知影家己的命。咱真侪人都唔知影家己的命，靠靠种，无咧尻川，食咧下药，无咧栽灵，做迄个事业，无咧福气，要承担着遐一个财力福报。所以咱呢，唯一现在在世间。上殊胜的法门，为心中的法门。你阁找无第二条法门，我都自己了解自己的命。当然啦，命无命可论，因缘果报。但是咱要创造未来阁较好的命，创造未来
更加和谐安详的心灵。那么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现在天气天温时候有够还是无？那么你要了解，要啥方法了解？你要上经上到来，让你知，已经观察光的门口在稍等。哦，你要讲啊，我下日这件代志要问神托佛，神了你无用。那么你要多去问，只有实实在在的学道，已经心法。啊，那么风水学，风水过去咱世界，咱哦佛教，过去拢在讲啊，这个风水是外道。今日再去，在五台山带着五台山，啊，一个单位举办到世界宗教寺庙建筑与风水，那么。也开会，要找讲，要一个讲风水是要对找，到尾啊四个探听，这探听到台湾有一间易经大学，世界无迄间啊，敢若台湾，恁读的这间易经大学。所以找咱活动组的组长，邀请咱派人代表去甲因这些论坛。所以风水外在为风，内在为水，血液循环为水，外面的风甲内面的水本来就一体嘛。所以我讲好，请因。把这个整个的流程下来，我准备一个风水的妙法，讲给所有咱宗教会当了解。所以各位师父讲二四年风水，敢若讲风水其他无通讲。恁知影几个先师王禅老祖，一般咱所有佛菩萨边啊。拢有两尊的护法，有无？王禅老祖是安那无？风神大将军、水神大将军呢？风虚空界所有的风是王禅老祖护法，水所有山河大地虚空界的水，拢是王禅老祖的大护法呢。啊，所以各位同修，恁要了解，今日咱和各位了解这真理，会当了解第一个人命，该为不该为，只有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命法。在咱2006年中华民族联合制度大典第三次圆满的时，我来拜托。咱的国立政治大学，那个黄教授、春珠女士，啊，给我整理一本《为心中中华文化道统》这本书，让咱大家了解到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的真理，不是咱所有这样的无智慧的人所想。哎呀，风水你要什么啥？在大陆文革的时代。这个风水学，那无依法来建设寺庙，拢被红卫兵卡掉的。天龙护法降落依附，咱这少年囡仔红卫兵，把这的寺庙卡了了。结果我去看，结果所有不如法的拢卡了了的。嘿，都是大自然天理的问题。哦，所以风水。风水啊，已经啊，是咱21世纪对人类最大最伟大的贡献啦。易经风水学无第二条路，所以各位同修，咱易经大学的所谓同修，
你要有耐心，师父真认真，真尽责任，在为各位开出一条咱大家共同安心之道，然后心安的净土在人间，在台湾，在地球上。所以咱就是叫做正命，咱每人的天命来到世间。那么你如何来了解到我什么命？你要算命，算命管真济。那我地理风水管嘛一大片。但是你真真正正有顶着正法、量天合法、诸佛菩萨所共同赞叹的妙法在哪里？为心中一境大合，咱的法门之中。所以咱大家不用骄傲，咱爱珍惜、认真学。咱即摆真济，这个书啊已经拢出出来啊。啊，咱若要做大集结，师父所讲遮济年个妙法，有千五本，头到尾千五本。包括呢，最近世界华人养成班第一期诶，一讲义十五本，所讲个册。一定落出来，十五本啊，已经出来啊！你卖用请请倒去厝读，来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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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，你才袂用骗你啊，才袂叫你走入无奈之路。嘿，就是咱易经大学，一旦予咱真真正正正确的了解家己命的一个法门，那无世界问我你讲问会照着，你若要问我。时间有限，咱今日真侪同修弟子哈信徒来师傅，我要问啥，较歹势，吼我今日时间较有限。那么，迄就救人啊嘛。那么你为什么家己唔读？救人不是救家己，家己不是救真真正正家己嘛。大主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开始啊嘛。既然妙法普扬伫世间，那么咱先唔读，唔去修道，唔去行。所以一句哩。救人不是救家己，救家己不是救真真正正家己，叫做持名正名。然后过来正念，正确的念头，自悲自悲。好、哦，各位，咱中文真大的优点，哦，甲一般中文真无相像。咱来咱市里拢一家伙，阿母，哦，爸仔囝、母仔囝，欢欢喜喜。吼、哦，带来来只拜王禅老祖，哈、啊，你去找佛祖阿弥陀佛，这是咱中文真正特殊的，啊，因为咱嘛传正法，予大家找到自己安住于心的，所以咱正念叫做慈悲，啥叫慈悲？咱有真侪慈悲魔，究竟啥是慈悲魔，啥不是慈悲魔？你来读易经。做人处事会安心，啊！你来读易经，家内祸害圆满一条心；你来读易经，啊，公司员工一条心。哦，那么你读易经修行的路上好见性，啊，咱来读易经读好好咧，国家社会更太平诶。所以各位，咱为心中易经大学的法门，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我是啥？真理就是独尊，真理是啥？易经心法，中华文化道统啊！阿弥陀佛。